传统的漆器在中国古代创造出了无限的辉煌，到了今天似乎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。在山西省新绛县保留着这样一种修漆工艺，绛州漆锡。我们认为只有从新了，你才能传承下去，你才能发展，你才能受到人们的喜爱，人们喜爱了才愿意保护它，才愿意拥有它。绛州漆锡从历史走来，带着岁月的光泽，云纹流转，回勾依旧，努力寻找更新的生命力。